如何做呢？底层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所以大家又要回去看我们之前的视频了。不阶段的与高我连接，因为他们是护送你走在正确方向上的助力。是助力哦，仅仅是助力哦，大部分的工作还得你自己来做。特别现阶段，想帮助的高我们也会躲得远远的，唯恐犯了规定。啥规定呢？不许过度支援，不许过度帮助，不许做他能做到的，而你来帮他。要帮助他去经历他所需要的痛苦，所需要经历的磨难，才能释放到他原有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我已经离大家远远的看着，不管不顾。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光工走得越来越深，几乎已经陷入泥潭了。但同时那也是什么呀，那也是他未尽的业力需要经历的事项。所以第一步呢，大家还是要回去继续我们的功课，与高我的不断连接，走进你的灵魂暗夜，走出你的灵魂暗夜，走进你的天魂计划，走出你的天魂计划，走进你的与高我共同创造，走出你的与高我共同创造。这是基础。任何想跨越这个阶段的人，你还得回去继续去操练实践，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去说话，走出自己的真理。慢慢的，直到什么呢？只要你没选择自杀，没有选择通过酒精、肉食、吸毒去麻醉自己，去阻挡自己，让自己更早的离开这个世界。只要你没有这样的执着，你的接触面会越来越大，你的接触的范围和深度也会越来越广。所以能和大家说这样的话，其实我是不留余地的。这也是我一直走来的心得体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心怀恐惧的博主们不愿意去触动很多小朋友们的底线。为啥呢？因为他的底线就没有突破。当然他会互求众神护佑，不要去触碰死亡。你自己说是没有问题的，这界定了你的所在的领域和境地，是你要保持的东西，而不是去迎合他人，让你显得更有亲和力。只不过呢，它有一个平衡的度的在里面，慢慢的让你的周围成为与你协同作战、与你协调一致的环境，需要时间。
所以经过我们说的这一趟历程之后，无论是你持续的与高我连接也好，无论是你不断的去践行你的做自己活出自己的自由生活也好，还是不断的去花时间进入自己的恐惧，挑战自己的思维极限，花时间去做身体的净化疗愈，做思想的净化疗愈扩张，不断的去揭开你的地球身份、星际身份、宇宙身份、源头身份，你的接触面会越来越大。因为什么呀？每一次不同的高我与你的契合，都把你带入了那个领域，所以你的接触面自然就会扩大。你会接触更多的闯进来的第三维的人群们，你会接触更多的闯进来的第四维的人群们，你会接触更多的闯进来的第五维的人群们，甚至你还会接触很多第七维度地球源头创造者领域的生命存有们。所以你的接触面会随着这样的推进，不断的由有形向无形，有形与无形交叉，这样的扩张的进行。所以慢慢大家要开始接纳什么呀？接纳涌进你思维里头的一切你不愿意接纳的东西。比如你不想听见声音啦，比如你不想看见画面啦。OK， 那你继续回去与高我连接。那下一次尝试的什么呀？尝试的去看见，尝试的去听见，但是呢，仅此而已。当你不再感兴趣的时候，你要用你的第三眼的光芒去占领你一切的领域。什么呢？你不再通过味、触、摸、颜色、形状、长相、男女去判别你需要接纳谁，当然我说的是无形界啊，而是通过什么呀？通过你各种无形的直觉感觉。所以这在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因为一直致力于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我的无形里面除了一团光啥也没有，因为我刻意为之。因为我既不想看见有形的那些外星人，也不想看见那些无形的外星人，不管他是大角星人、卯树星人还是天狼星人，还是源头还是众神，我都把他们什么呀，一团光化掉。这是作为高我上线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说的之前开始净化扩张你的恐惧，净化扩张你的与高我的关系，净化扩张你的天魂计划，净化扩张你的与高我共同创造之后的事情。所以着急不得，忍耐，耐心，尽可能的放松，接纳，过好你自己的日子。
另外还有一个，有可能是现在让很多女性、很多男性朋友、男性小朋友、女性小朋友比较难受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呀？就两性关系。大家也知道，我的两性关系是很乱的，因为我在无形层面就很乱，因为我不会刻意的去选择，所以包括死去的灵魂都会来找我发生两性关系。没有什么的，这只是一个身体而已，只要你第二天把你清零就好，只要你第二天把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的高振动状态也好，就 OK 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和男性去排斥两性关系。不要忘了，很多人特别是什么呀，特别是之前大量亏空的人群，比如现在中国和印度的高忙碌人群、高工作强度人群，都是很亏空的人，于是呢他就需要两性关系去弥补。这样的人是无法靠近你的，靠近你的人更多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已经走在了疗愈之路上，但是依然无法满足他的爱人所求的那一部分。见不着，那就只能在梦中见，或者在意念中见了。所以当你不愿意接纳的时候，你只要发指令就好，说我还没做好准备，我不愿意接纳与任何想与我发生关系的、在空中发生关系的人的进入。只有在得到我允许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进入。所以这就是你的指令，不要小看你说的每一句话，这些指令具有相当大的威严和律法性和不可侵犯性，所以你就会清静一段时间。慢慢当你开始松懈、开始放松、开始有准备的时候，另一波就会继续上来去试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性轮就没有过关喽，因为你自己的爱人的欲望就没有得到满足哦。知道谁知道根源是什么了吧？任何事物不是白白来由的，不是说别人要有求于你、想与你发生关系，而是你自己的这一关还没有过。大家是来帮助的，明白了吧？所以这一关我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无形、从有形世界的乱到无形世界的乱，我不断的去冲破各种底线，无论是与众神的性交还是与人的性交，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去尽力的去尝试。这样的话就会不断的去扩张，去了解你的底线到底在哪儿，直到什么呀？没兴趣了，哈哈，没兴趣了，直到你没兴趣的那一天，直到你想见了就想吐的那一天，因为跟吃食是一样的。最近的能量非常的强壮，非常的有掠夺性，为什么呢？因为去克里特岛的时候，本来想再一次任性一把，又吃肉又吃海鲜，结果回到酒店之后就开始痛不欲生的绞痛，之前一点事儿没有，连个过度都没有，然后直接上阵，后来一看不行了，这是不接纳呀。
已经开始严格的进行排斥了。事实上之前已经有过提醒了，刚吃第一块肉的时候脖子上就已经开始长包了。有过提醒你不听，那身体就会发出更强烈的反抗。当你的身体的光伤越来越高，当然必须得高到一定程度才行，仅是停留在第四维度是没有用的，它会肉包括你第五维度对肉依然会有一定的接纳性。只有你不断地将身体的频度持续提高，不阶段地提高的时候，你的身体内部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真空空间，我们称之什么呀，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两颗电子互相匹配之后形成的空间，电子和电子之间重新匹配之后形成的空间，玩耍空间，无时间领域。所以在这样的空间里头，很多低振动的东西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特别是什么呀，特别是那些生灵经过了巨大的痛苦之后被杀掉的生灵。所以它跟生灵是不一样的，这也就为什么有些光工竟然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吃那些没有痛苦的生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生灵确实是没有痛苦的，他选择了去接纳这样的死亡被杀掉。对你身体有好处吗？我还没有尝试。所以现在呢又到了新的食物领域，什么呢？水果。这样的话很大一部分的食物就被过滤掉了，油盐。面食米食，这也比较符合我的喜好习惯，因为累世的经验一直在提醒着我，吃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吃饭越简单越好，最好是生吃，能生吃的就不要煮熟。所以他身体是有这样的记忆的，当你打开这样的基因的时候，这样的记忆就会去重新调整你的身体。所以没有对错，并不是说你吃肉就是错的，你吃蔬菜就是对的。这也是什么呀，对你在一起的一份考验。你去听取身体的身体的扩张和反抗，当你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调整的时候，自然就会到达一个状态，没有固定模式。特别是什么呀，特别是很多转世的是龙族的兄弟姐妹们小朋友们，他本身他的基因里面就是吃海鲜的，所以很正常他会攫取，而且因为龙族的敏感性，他会攫取很健康，没有恐惧，死亡的时候毒性排斥比较少的，甚至是在很多的先进长大的动物被杀掉之后的肉食，所以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一定是什么呢？只要你在往更高的领域、更高振动水平发展，一定是越来越精微的，而不是越来越丰富你的餐桌的各种肉食和各种蔬菜和水果。所以经过五年不断的吸食精微能量，不断的吸食太阳的精微能量，江河湖海的精微能量，身体会越来越去调整什么呀，更适应精微能量的吸食和饮用，
而慢慢的去更少更少的去吃什么呀，更少更少的去吃肉，更少更少的去喝酒，更少更少的去吃蔬菜，更少更少的去吃水果，都会什么呀，慢慢的进行退化、进化和扩张。所以不要给自己定势，在一起是当前阶段更重要的功课哦，因为它会翻起你的惊涛骇浪，让你的生活充满挑战。祝福大家。